一道道海鲜料理送上桌，大家吃得津津有味。最新本土剧在嘉义开拍，嘉义县长翁章良再度现身探班。做东的地点是剧中主要场景，这回除了宴请剧组人员及演员之外，还送上精美伴手礼。今天特别请剧组的人员大家吃个饭，那拍摄的过程当中虽然辛苦，但是是过得愉快，带动地方的经济，也可以让嘉义的能见度可以变高。这部剧将印象中已经没落的照相馆结合海港小镇人情风俗，让更多人感受记忆故事。目前整部剧拍摄进度已进入中期，我们的戏在跟这边，所以不是说有缘啊，就是说好地方啦、啊。对，因为布袋的天气很好，很热情。反正朋友来看到咱家己的人哦，一定拢好看，好戏。整部戏剧深入嘉义布袋、东石等地，盼能将嘉义海港小镇人文风景，透过精美的剧情传递给更多人。华视新闻邱显雄、陈建邦嘉义报道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